第三章，好话似蜜糖，说进心坎儿，让人笑。沟通过程中，仅仅懂得倾听是远远不够的。说话能力的高低也是决定沟通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够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儿里，让对方愿意听、喜欢听你说的话，不仅是一种高超的能力，更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技艺。只有那些真正的沟通高手。 才懂得如何运用这种能力，让沟通对象愿意与之交往。我们先来说第一节：真挚的赞美对方更受用。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真挚的赞美，一旦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人们理所当然的会对赞美自己的人产生好感。在互相欣赏的氛围中，沟通就会变得自然而简单。在人际交往中。 赞美可谓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杀手锏。适时而真挚的赞美对方，对方会更加受用，从而拉近双方的距离，令沟通变得简单顺畅起来。想要给予对方恰如其分的赞美，最重要的是要更多的了解对方的信息，抓住对方的喜好和特长，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赞美，令沟通的氛围变得更加融洽。 可以说，赞美是一种几乎没有成本投入却能得到极高回报的沟通方式。在人际交往中，如果能够将这一方法运用好，一定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赞美不是盲目的，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则和技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诚，只有源自内心、真情实意的赞美，才能触动对方，达到预想的效果。另外， 适当的赞美时机也十分重要，只有找准时机，恰到好处的赞美对方，才会让对方产生惬意的感觉。对于赞美呢，查斯特菲尔德爵士曾经做出十分精妙的论述：，赞美的话并不一定都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也可能因为场合或时机不对而产生不良的效果。与其那样，倒不如什么都不说的好。 事实就是如此，尽管赞美与沟通而言十分有效，可是真想做到最好却十分困难。一个对沟通对象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对方喜好的人，想给沟通对象以恰到好处的赞美，可谓难于上青天。如果非要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赞美，那么多半会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遭遇冷场还只是小事儿。 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解，甚至愤怒。那些成就颇高的人，往往更善于利用赞美的手段来拉拢人心，赢得支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钢铁大王查尔斯·施瓦布曾经说：“批评是最能扼杀人的自信的手段。”所以，我从来不去批评别人，而是始终给予赞扬。我不喜欢对人吹毛求疵。 凡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就真心的给予赞扬，而且从不吝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看到非常相似的例子：某个人因为一句赞赏的话而受到鼓舞，由此不断努力，最终获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成为人生赢家。在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的节目中。 有一位名叫艾岩的参赛选手，因自己创作的纸片人而名声大噪，受到了评委和观众们的喜爱。原来他在数年前就不经意间成了网红。身为《笑傲江湖》节目评委的宋丹丹还为他留言表示赞扬。艾岩因此受到鼓励，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结合自己的绘画功底，创作出了令人捧腹大笑的艺术作品。提及这一往事的时候。 宋丹丹并未立即反应过来，而是在艾言的提醒下才回忆起自己所写的留言。可能是因为时间相隔太久，也可能因为赞扬过的人太多，宋丹丹一时间没有想起自己赞扬过的艾言但是，他鼓励的话语却成了艾言一直努力下去的动力，为他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赞美的力量就是如此神奇。 有时不经意间很简单的一个赞美，就会给人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会令对方对你产生更加美好的印象。有了良好的基础，双方的沟通自然水到渠成，轻轻松松就能达成目标了。总结一下，每个人都渴望赞美，但人们更渴望得到真挚的赞美。赞美一旦与真诚脱离，良好的沟通就不过是一种奢望。 虚假的赞美甚至会破坏双方的关系。引用对方的话，表现对他的重视。在自己的讲话中引用对方的话，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重复，而是借对方的观点，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引用不仅能够表现对对方的尊重，也能让对方更积极的倾听我们的讲话。西班牙有这样的一句格言。 最真挚的赞扬莫过于效仿，意思是说，对一个人最大的赞扬就是引用他曾经说过的话。在沟通过程中，对方会时刻关注你的状态。假如你迷迷糊糊、精神散漫，对方必然对你失去沟通的兴趣，因为沟通的目的就是要传达信息。你的这种表现已经说明你对他所说的话丝毫不感兴趣。 就没有继续沟通下去的必要了。假如你十分认真的听对方说话，他会感觉受到了尊重，因此呢，会对你更加重视，更愿意和你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如果你能在沟通中引用对方的话，那更能说明你确实在认真听对方讲话，无疑会强化对方对你的好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罗帕多埃里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埃里克邀请了几十名大学生去参与实验，让他们与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的交谈。交谈的过程中呢，有一半的工作人员会重复女大学生所说的重点内容，另一半的工作人员则对这些重点内容充耳不闻。实验结果表明。 那些重复了女大学生话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让人产生好感，女大学生十分乐于与他们交谈。那些充耳不闻的工作人员则令女大学生产生十分冷淡的感觉，因此不愿浪费时间，草草的就结束了交谈。在后续实验中，当工作人员无意间向女大学生求助时，他们回应的积极性与交谈效果。 通常具有一致性。从这个实验中不难看出，当你与对方沟通时，如果能够积极的重复或引用对方所说的话，会令对方产生被重视、被欣赏的满足感，因此对方会更加热情的与你进行沟通，并对你所说的话产生兴趣。有了这样的氛围基础，无论你说什么，对方都会十分配合的倾听。 向对方提出要求，也更容易得到肯定的答复。当然，引用并非时刻都能进行，需要选择好的内容和时机。在内容方面，要引用积极的、对方受到赞扬的话语，而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在时机方面呢，讲话的前半部分要多听少说，在讲话的后半部分，可以在倾听的同时适当多说一些。 这是因为，在对方讲话的初始阶段，他的话题并不明确，此时就开始引用，难免显得不太真诚。待到讲话的后半部分，主题已经十分明确，这时再引用，更能体现认真倾听的态度，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好感。在自己的讲话中，如果能够时不时的提及对方讲话中的一些内容或观点，就是在告诉对方。 我刚刚认真听你说了。出于对等的考虑，对方必然也会认真地听你讲话。这样一来，不仅为自己的讲话增加了内容，延长了讲话时间，突出了自己优秀的口才，也大大提升了沟通效果，令对方更主动、更积极地接受你的某些观点。总结一下，引用对方讲话中的某些语句。 确实能够达到吸引对方注意力的目的，但是如果引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引火烧身。所以呢，在引用时一定要仔细甄别，尽量引用能让对方感到愉悦的内容。对方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描述，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灵活应变的选择对方喜欢的表达方式。 会令沟通变得顺畅，也能让对方更加愿意和你交流。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听到真话、实话，所以诚实的人往往更受欢迎。但是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实话实说非但不能让人满意，反而会令对方心生反感。比如，你的朋友最近变胖了，如果你直接说“你该减肥了呀，最近又胖了”， 朋友肯定不乐意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对你颇有微词。倘若你换种说法，“呵，你是越来越富态了呀，该少吃点就少吃点吧。”朋友相对来说更乐于接受，也会适当注意自己的体重。所以说呢，面对同样一件事情，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口贴上福字，有的人家为了讨吉利，就会将福字倒过来贴。一个小孩子看到了，大声的喊道：“哎，叔叔叔叔，您家的福到了。”另一个小孩看到之后则说：“叔叔叔叔，您家的福反了。”虽然两个孩子的话都没说错，但是前一个孩子的说法无疑更受大家的欢迎。从这个小场景中可以看出。 我们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应当说一些对方想听的话，以及更愿意接受的话，这样才能得到对方更多的认同。国画名家于仲林擅长画牡丹，求画的人络绎不绝。有一个商人好不容易得到一幅真迹，视作珍宝的收藏起来。有一天呢，商人的好朋友前来拜访。 他便将收藏的牡丹图拿出来让朋友欣赏。朋友看过之后大赞画作的手法精妙，但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牡丹象征着富贵，可是你的这幅牡丹图画的并不完整，少了一个角，这代表富贵不全呢。听了朋友的话，商人赶紧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如朋友所言，牡丹缺了一角。 这让他十分吃惊，也十分惶恐，于是带着画找到了于仲林，把各中缘由说了一遍，希望于仲林能为自己画一幅完整的牡丹图。听完商人的话，于仲林笑呵呵地说：“哈哈，这幅画的寓意，并不是您的朋友所理解的那样。牡丹确实象征富贵，但是缺了一角，并非代表富贵不全，而是寓意。” 富贵无边呐、啊！听了于仲林的话，商人立刻喜上眉梢，带着缺了一角的牡丹图，高兴地回家了。一句话使人笑，一句话使人跳，让人笑还是让人跳，关键在于话如何说。话说得好，对方自然会笑；话说得不好，对方当然会跳。因此，我们在和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 应当在不违反道德伦理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尽量捡对方想听的话去说，这样往往能够增加对方对你的好感。总结一下，对方想听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这并不是虚伪或是伪装，而是一种机智灵活的描述方式。通过这种方式。 能让对方心中感觉惬意，也能增强自己说话的感染力，可谓一举两得。衷心的祝贺可以增进感情。当一个人遇到喜庆的事情时，不仅希望越多的人知道越好，也希望得到更多人的祝福。如果你能抓住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在人际交往中，祝贺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交谈方式。 在社会生活中，有人发生有喜庆意义的事情时，比如说升迁、结婚、生子等，家人朋友通常会前去表示祝贺，通过祝贺这种形式向对方表达恭贺、祝福、关心等，以抒发情怀、加深感情。从语言表达的形式上来说，表祝贺的词主要分为祝词和贺词两种。 祝词是对尚未成为现实的活动、尚未取得成就的事业等表达美好的祝愿和祝福，比如说开业典礼、奠基仪式、生日宴会上的致辞等。贺词呢，则是对已经结束的活动、已经获得成就的事业等表示庆贺，比如毕业典礼、年终总结上的致辞等。无论是祝词还是贺词。 表达的都是美好的意愿，只要是发自内心的，都会让接受祝贺的人感到高兴。通常情况下，祝贺有特定的场景和对象，所以在表示祝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环境、对象及目的等，这样才能让祝贺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才能让接受祝贺的人更深刻地感受到你的诚意。 有些祝贺词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但是也不能简单的照本宣科，毕竟现场难免出现突发状况，我们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除了饱含真情、紧扣主题，更要根据祝贺对象的情况组织精妙的语言，增加祝贺词的美感和吸引力。祝贺这种沟通方式虽然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运用。 但是如果可以好好利用每个难得的机会，有时能比日常的沟通起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在比较欢快的氛围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敞开心扉，沟通起来也更容易一些。总结一下，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祝贺的语言和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对任何人的祝贺都千篇一律，那样的祝贺不过是敷衍而已。 很难赢得人心。积极请教，让对方享受为人师的快乐。沟通的过程中，将对方视作老师，积极的向他请教，让他享受到老师才能享受的成就感，无疑能够满足对方的欲望，赢得对方的心。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为人师的渴望。如果你能在交往的过程中多多向对方请教， 那么就很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让对方的沟通变得顺畅起来。在交谈的时候呢，试着以请教的态度与对方交流，通常能够满足对方的自尊心，也更容易赢得对方的信任。运用“我很想知道，想请教您一下，呃，我还有点不明白，您再给我讲讲”之类的话语，往往能够激起对方的谈话欲望。 尤其是在对方比较擅长的问题上，促进效果更加显著。在向领导反映问题时，如果以请教的方式表达观点，比如说，听了您的话，我受益匪浅。不知道我能否这样理解？无论领导认不认同您的观点，他都会给出一些暗示。这些指示就是你说话的基准线。 只要没有偏离太多，相信领导会欣然地与你进行交流。即便领导暂时不愿接受你的建议，也不至于招来他的反感，不会将继续沟通的路堵死。贝尔呢是一名二手车的商人。有一天，乔治到他的车行里去看车，打算买辆车代步。贝尔陪着乔治转了很久，车行里的车基本被乔治看了一遍。乔治试驾了比较满意的几辆。 并对其中一辆充满了兴趣。然而，乔治并没有立即买下这辆车，而是希望有更好的选择出现。几天之后，麦基开着自己的车来到贝尔的车行，他打算把车卖掉换一辆新车。于是呢，贝尔就给乔治打了个电话：“您好，上次您到我这里看车的时候呀，我就知道您是一个行家里手，对汽车很有研究。我这里呢有一辆二手车。” 能不能麻烦您过来帮我看一看，试试它的性能如何？哎，如果方便的话，再帮我估计一个合理的价格。乔治满面笑容地来到了贝尔的车行，一番寒暄之后，便坐上了麦基的汽车，开出去兜了一圈就回来了。乔治对贝尔说：“假如有人出五千美元买这辆车，那就很划算了。”贝尔就问道。 那么，如果让您花五千美元买这辆车，您愿意吗？乔治十分高兴地说：“我当然愿意了。”就这样，这笔生意顺利成交了。在买车的过程中呢，贝尔就运用了请教的技巧，他将乔治视作行家，令乔治心生满足，然后又让乔治自己给出价格，成功的促成了这笔交易。实际上， 贝尔只付给麦基三千美元，就买下了这辆车。请教的技巧不仅容易掌握，运用简单，实际效果也非常好。当你将对方视作老师的时候，满足了对方好为人师的欲望，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舒畅的。老师必然会心甘情愿地对自己的学生倾囊相授。你有什么困难，老师都会想方设法地帮你解决的。 总结一下，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难以沟通或说服的人。如果你能真诚地向对方请教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说不定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捧得好就能沟通好。吹捧虽然常常作为一个词语出现，但是吹和捧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捧着对方说话会让他感觉惬意，把对方吹上天则会让他觉得你虚伪。 有些人认为，捧着别人说话是一种虚伪的表现，有拍马屁之嫌。这种做法显得浮夸，并不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评价是否应该捧着人说话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一点，那就是捧和吹是两个概念，并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捧是顺着对方的话，将对方捧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吹则是故意夸大。 所说的话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孟伟是一个热衷于古玩收藏的人，但是由于刚涉足不久，所以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并不是十分深刻。一天，孟伟到古玩市场转悠，来到一个摊位时，他看到一串红色的手串，非常喜欢，于是呢就和老板聊了起来。孟伟就说：“老板，我看看这个手串。”老板边说边拿出手串递给孟伟。 哎呦，您可真识货呀！这个手串是我刚跟人家换的，还没捂热乎呢。孟伟随口说道：“南红玛瑙，瞅着还不错呀。哎”“哟，行家呀，知道是玛瑙的人挺多，能说出南红的可是没几个呀。”“嗨，我就是瞎说。哎，这是宝山料吧？”“没错，是宝山料。您能看出这是宝山料，这说明……” 您根本不是瞎说呀！这雕工也不错，蝙蝠雕的挺逼真。连“雕工”这么专业的词您都知道，确实是行家呀！哎，哎，您再瞅瞅，这上面还有东西呢。这不是个铜钱吗？“蝙蝠”的“蝠”和“福气”的“福”同音，这个寓意是“福在眼前”，对吧？哦、太对了。 连寓意您都知道，感情您对传统文化还有研究呢。呃、哎，咱们先别说其他的了，这个手串您是花多少钱买的？哎，直接匀给我得了。啊，我本来呀是自己留着玩的，人家跟我要四万，我给了他一万五的现金，还有一幅画换回来的。这么着吧，我给您一万八，您给我包起来，怎么样？ 光现金我就给了一万五，还有一幅画呢，您给的也太少了。哎，行了，就算我占点便宜，就这么定了。以后我还得来呢，包起来，包起来吧。哎、行了行了，谁让咱们有缘，而且您又这么识货。老板边说边给孟伟打包，一笔生意就这样谈成了。孟伟乐呵呵的走了。实际上，这手串的价格不过万元而已。 但价格是孟伟自己定的，钱也是心甘情愿掏的。究其原因，是老板一直捧着孟伟说话，让孟伟觉得自己是个专家。在交际场合中，捧着对方说话是一种极好的沟通方式。我们可以像这位老板一样，顺着对方的话，把对方往上捧。只要对方愿意受捧，那么沟通就会变得轻松很多。需要注意的是。 捧的力度要掌握好，力度不足便达不到捧的效果，力度过大则会由捧变成吹，让对方觉得你不可信任。总结一下，当你自然而然的捧着对方说话时，对方无疑会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对你的好感当然也会油然而生。这个时候，对方会更容易接受你所提出的要求，甚至会主动给你更多的利益。 你是唯一的巨大魔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存在，都渴望成为别人心中的唯一。在交流的过程中，将“你是唯一”的概念灌输进对方的头脑中，对方就会认真地聆听你所说的话。与人交流的时候，如果听到对方说出“我只相信你”或“这件事儿我只跟你说”之类的话，你的心中是不是非常欣喜呢？ 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在对方眼里，你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方式，会让人生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感。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无论是谁，都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即便是那些嘴上说着讨厌自己的人，在内心深处，依然会觉得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那些自称“我是一个平凡人”的人，只是在表现自己的谦逊，实际上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和同事或朋友一起到饭馆去吃饭，刚进门看到老板，老板便亲热地叫着你的名字和你打招呼，你肯定立刻感觉自己的形象高大了许多，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这种优越感的产生，源自老板对待你和对待同事或朋友的态度不一样，让你觉得你是唯一。在吃饭的过程中呢，如果老板亲自送来一盆汤，并告诉众人，因为你是一个特别的客人，总是来光顾，所以赠送你一份汤，你心中的优越感一定会爆棚，对老板的好感也会瞬间增加许多。以后再请同事或朋友吃饭。 你必然会再来这家饭馆，在这里呢，你享受到了唯一的快乐，老板则用唯一的感受挣到了你的钱，这就是你是唯一的巨大魔力，让你乐呵呵的消费，还要感谢老板的优待。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还可以运用这种方式来增强讲话的吸引力。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式来增强讲话的吸引力。 说话的时候，以“这事儿我只跟你说”或是“只有你最值得信任”之类的话开头，通常能够牢牢的抓住对方的心。无论是谁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总会觉得高兴，因为受到了认可并得到了特殊对待。他不仅会更加认真的听我们讲话，还会以更加友善的方式予以回应。在交谈的过程中，只要能够抓住“你是唯一”这一点。 那么对方就会认真地倾听我们说话，而且更容易被打动。无论是谁，对于“你是唯一”这种独特的感受，都缺乏足够的抵抗力。只要能够合理地运用这种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就能更轻易地说服对方，并得到对方的青睐。总结一下，讲话时刻意强调“你是唯一”这一点，会让对方对你产生更多的好感。 更有利于进一步的交流，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产生出出乎意料的良好效果。说点煽情的话，分分钟就能打动人心。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心会因为感情变得柔软。通过感情去影响、引导沟通的对象，他们会主动拆掉心中的围墙，让你的话走进他们的心房。在社交场合中，成功的沟通。 并不是非要通过长篇大论的说服或唇枪舌剑的争辩来达成的。只要把话说到点儿上，也许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能让对方变成关系紧密的朋友或伙伴。只要能赢得对方的心，获得对方心理上的认同，沟通就会事半功倍。众多的沟通高手都认同一个观点：口才确实是沟通中的利器。 但是，只有看准对方的软肋，用感情打动他的心，口才这柄利器才有发挥的空间。一八六零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林肯和竞争对手道格拉斯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道格拉斯有自己的专车、庞大的乐队以及一众为他服务的人，所到之处可谓锣鼓喧天，声势浩大，时时刻刻在标榜其贵族的身份及富足的生活。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显得十分寒酸。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无法雇人帮助自己，只能一个人到处演说，争取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支持自己。谈及自己的情况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妻子十分贤惠，值得我钟爱一生。我的三个孩子非常聪明，他们都是我的无价之宝。另外，我租用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角里放着一个书柜。” 书柜里的每一本书都值得大家细细读一读，我大致的情况就是如此。说实话，我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呢，林肯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他以真挚的感情讲述真实的自己，语言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极大的能量。很多美国民众产生了共鸣，并因此被林肯的讲话打动。 为他投上了宝贵的一票。最终，林肯战胜了资金雄厚、光芒四射的道格拉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竞选成功的大半功劳应归于他的真情实感。在我们身边，因感情而引发的感动不胜枚举，且不说家人之间的捐助器官。 单说陌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扶持，就常令很多人难以自持，留下感动的泪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情都是一道很难迈过去的坎儿。沟通过程中，如果利用好这个坎儿，就能顺利的击中对方的心灵，在沟通中占据主动。总结一下，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是沟通中十分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沟通的过程中，带着真情实感的说一些动情的话，一定能够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第四章，沟通看心理，抓住要点更有效。有些人认为沟通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想掌握其精髓是十分困难的。这种看法十分中肯，沟通的诀窍确实很难掌握。但是只要能够了解和把握对方的心理。 探知对方内心深处的所求所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对方的心理防线瓦解，内心世界完全暴露在外，说服对方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首先，第一节我们来说，多为对方着想，就是为自己赢得机会。很多人认为，只有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才能够说服对方，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当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往往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通常，人们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都会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唯恐对方用各种手段说服自己。当对方的心门牢牢关闭时，想要说服对方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对方放松警惕。 消除戒备心理，在诸多的方法之中，为对方着想，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说话，无疑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当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时，他会觉得你是在为他考虑，这样对方的防范意识就会减弱，沟通就会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成名之前，卡耐基曾经租用一家旅馆的大礼堂用于授课。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旅馆经理的一封信，要求他为大礼堂多付几倍的租金。卡耐基读完信之后想，他的课程都已经安排好，并通知了学员们，如果临时改变授课场地或取消原定的课程，就会很难向自己的学生交代。仔细斟酌之后，卡耐基决定找经理进行当面交涉。 卡耐基见到经理之后，立刻开门见山的说：“您好，经理，实话实说，看完您的信之后，我非常吃惊，但是我也能够理解您的要求。毕竟作为旅馆经理，您有责任帮助旅馆赚取更多的利益。假如我是您啊，我也会这样做的。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计算过，您这样做是不是真能为旅馆带来更多的利益呢？如果您将大礼堂租给别人， 用于开舞会、举办生日宴会等，每一场的租金确实比我给您的高，但是您能保证每天都有人租吗？假如举办聚会的时候有人将礼堂里的设施弄坏了，那您就更得不偿失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您涨了租金，凭我的财力肯定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我只好从这里搬走，找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去授课。 这样一来，我的这些学生也就不会光顾您这里了。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管理人员，他们到这里来听课，了解了您这个地方，以后会带更多的人来这里消费，等于是为您做了免费的广告，帮您省下了一大笔的广告费用。所以从长远来说，您能够得到的收益远比租金多得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希望您能认真考虑一下。 卡耐基说完，就向经理告辞了，回到自己的住所。很快，旅馆经理又寄来了一封信，告诉卡耐基仍然按照原来的价格收取租金。在这个案例中，卡耐基从旅馆经理的角度出发，为他算了一笔账，使经理增加了对卡耐基的信任。假如卡耐基一味地说自己没钱，或是租金太贵之类的话，那只会引起经理的反感。 并不会对卡耐基的目的产生任何帮助。所以呢，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多为对方着想，能够有效消除对方的防备心理，令对方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总结一下，多为对方着想，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在为他的切身利益考虑，对方就会放松警惕。 此时呢，你才有机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和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说服对方接受你的要求。利用权威的力量，给予对方足够震慑。权威人士的话，通常更容易令人信服，毕竟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的话本身就蕴含着强大的力量。合理利用这种力量，你所说的话就会更有分量，更容易令人信服。 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权威效应”的理论，指的是人们通常喜欢附和那些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人或某些权威人士，特别是在面对不是非常熟悉或不甚了解的事物时，由于自己难以判断并得出结论，人们更容易受到权威效应的影响。有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同一个音乐作品先后播放给两组被试者听。 在试听音乐之前，心理学家对第一组被试者说：“这个音乐作品的作者知名度不高，音乐水平呢很一般。”对第二组被试者说：“这个音乐作品颇受著名音乐人的喜爱，作者也受到音乐名家的赞誉。”两组被试者分别听完音乐之后，让他们对音乐作品做出评价。结果显示。 第二组被试者对这个音乐作品的评价明显优于第一组被试者。很明显，第二组被试者受到了著名音乐人和音乐名家的影响，很自然的产生了附和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评价并非他们心理世界的真实反应。既然权威效应有如此大的威力，那么在与人交流时不妨运用一下。 这样对方会更加重视你说的话，对你的态度也会变得亲切。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通常情况下，这些广告的代言人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说的话更为人们认可，因此代言的产品更容易赢得市场，这就是利用了权威效应。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很多运用权威效应的机会。 比如，当你想劝说同事接受你的意见时，可以在陈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顺带说一句：“这个策划已经让经理看过了，他说还不错。”此时呢，同事的心里就会产生波动，经理都已经认可的方案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有了这样的想法，同事很容易就会接受你的意见，你的想法就能顺利的付诸实施了。 在我们试图说服别人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利用权威，当然也要注意避免盲目相信权威。就拿那些做广告的代言人来说，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己代言的产品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只是为了赚取广告费而配合商家做一些宣传而已。一旦过于信任广告中的某些宣传，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让自己失望。 权威效应有时的确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类似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正因如此，一些人对于权威有一定的提防甚至免疫力。要想好好运用这种方法，必须选择那些绝对的权威才行。总结一下，充分利用权威效应，可以在沟通中得到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但是。 尽信权威不如没有权威，运用权威也要有所选择，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张冠李戴。给别人面子，自己才能得到里子。很多人犯下错误的时候，总会极力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目的是保全自己的面子，不让别人指责太多。如果我们能给他们留出面子，他们一定会回报我们更多。 有些时候，有些人即便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出于面子却死扛着不愿承认。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句话，但依然有人宁愿为了面子而受罪。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也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原因其实很简单，爱面子是人的天性，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 周末放假时，老师留了作业，但是因为贪玩，忘记了做作业。到了星期一，同学们一个个都交上了作业，轮到自己时呢，虽然作业本就在书包里，却要撒谎说作业已经写完了，只是作业本落在家里了。之所以这样说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表明自己是一个按时完成作业的好孩子。 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导致自己的作业无法上交。反正老师不会为了一个作业本儿牺牲同学们宝贵的听讲时间，所以呢，谎言通常不会被戳穿。这是一个与爱面子有关的场景，很多人肯定都曾在这个场景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举这个例子并非为了批判。 而是想要说明，人们从小就有爱面子的心理，爱面子无可厚非。当我们遇到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时，千万不要过于苛责，他们无非是想保住面子，尽力赢得一些尊重而已。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对方，给予对方足够的面子，他们就会对我们心生感激。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对方会毫不犹豫地伸手援助。 有些人会明知故犯，口头教育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想让他们不再犯错，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惩治，让他们不敢犯错；二是感化，让他们从心底里不想犯错。采用惩治的手段，尽管见效快，可是用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用感化的方式，让他们真心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吉布森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一天中午他到车间巡视，发现有几个工人正在车间里抽烟。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身后就是禁止吸烟的牌子，他们竟然视若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吉布森大发雷霆，极力训斥这几个工人，那也是十分正常的。 可是这样一来，这几个工人就会在工友面前失去颜面，即便他们表面上接受了责骂，心里也一定会有反抗的情绪。想到这里，吉布森走上前去，他拿出一包烟，然后给每个抽烟的工人递上一支烟，说：“如果你们可以去外面抽，那就再好不过了。”几个工人看到老板走过来，本以为会经历一场狂风暴雨。 没想到得到的却是一支烟以及轻声细语的劝解。这不仅让他们保住了面子，也从心底里感受到了老板的良苦用心。他们觉得受到了老板的尊重和重视，自然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令老板满意的事情。从这之后呢，再也没有人在车间里抽烟了。在这个案例中呢，吉布森可谓不走寻常路。 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赢得了工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他给工人留了面子，工人也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他的支持和拥戴。一个人犯下错误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为自己开脱，即便有些理由十分牵强。这时，我们如果能够试着去理解他们，不纠结于一个错误的得失，给他们留出足够的面子，相信他们的心中。 也会起更多的主意，主动避免犯下更多的错误。总结一下，面对同一件事儿，留面子的说法和不留面子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异，对人造成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凡事有来才有往，你给对方面子，对方才会给你里子。适当示弱，令对方产生占据主动的假象。 在适当的场合和时机，采取示弱的方式与对方沟通，会令对方心中生出优越感。这种情况下，对方会更乐于听你说话，也更容易答应你提出某些要求。在沟通过程中呢，想要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也许你觉得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而对方同样会有相同的看法。 这种情况下，双方必然寸土必争，互不相让。即便你最终赢得了胜利，对方和你的关系也会变得疏远起来，因为在互相争论的过程中，对方已经对你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甚至不想和你继续交往下去。真正的胜利是你赢得了胜利后，对方与你还能谈笑风生，甚至对你心生佩服，这才是获胜的最高境界。 有些人或许想不明白，我的观点明明是正确的，也运用了说服技巧，而且口才也不错，但是怎么就没法让对方信服呢？没有人愿意接受一败涂地的结果，所以想大获全胜是不太可能的。如果你执意想让对方全盘接受你的观点，那么对方肯定会表示反对。在沟通陷入僵局的时候，不妨主动示弱。 让对方产生占据主动的感觉，这个时候对方的心理防备会放松，此时再去沟通就相对容易一些。在双方相互的让步和妥协中，最终能够形成双赢的局面。玛丽是一家公司的谈判代表，她和公司的几名同事一起千里迢迢地奔赴有合作意向的企业进行谈判，期待尽快签署相关合同。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实力。到了当地呢，玛丽一行人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对于玛丽一行人来说，长途奔波的辛劳是小事儿，如何能够让公司利益最大化，才是他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毕竟，一旦协议达成、合同签订，双方能够得到的利益将根据合同进行划分，就没有丝毫可以改变的余地了。 因此，双方到了谈判桌上，立刻变得寸土必争，互不相让。谈判进行了整整一天，在几个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双方决定暂时休息一下，一起出去吃个晚餐，放松一下紧张的精神。进餐过程中呢，玛丽回想了一下谈判过程，她觉得如果做出一些小的让步，反而可能赢得更多的利益。 于是呢，他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在晚餐结束之后向对方示弱。进餐结束，双方开始闲聊。玛丽突然对对方的主管说：“咱们的谈判都进行一天了，也没什么大的进展。照这样下去，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时间。我们千里迢迢而来，带着很大的诚意，肯定不能空手而归，否则没法跟董事长交代。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就按照你们的要求，把合同签了吧。” 对方主管没想到玛丽会主动让步，心中不免大吃一惊。看到玛丽诚恳的样子，他也受到了触动，于是说：“谢谢你的坦诚，我觉得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吧，不然你回去也不好交差。”就这样，双方顺利达成协议，签订了合同。玛丽虽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相对而言，对方牺牲的更多一些。 可以说，玛丽和同事赢得了这次谈判的胜利。往往都想获得最大利益，想要说服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首先要让他得到一些利益才行。当对方认为自己占据了主动时，心里就会得到满足，此时他的心理防线往往很容易攻破，你就能更轻松地说服他。总结一下，适当示弱。 并不是软弱和无限度的退让，而是沟通中的一种策略。小小的让步不仅令对方心生惬意，更能让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一直说是，怎么会有拒绝的机会？害怕对方拒绝吗？没有必要，只要想方设法让对方多说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中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一个只能说是的人是没有机会拒绝别人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更喜欢用争辩来说服别人，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争辩通常非但不能呈现人们想要的结果，反而会令双方言语不和，甚至恼羞成怒。实际上，有时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很难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想要说服对方。 最好的方法是让对方多说是，让他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而且，当对方连续说了几个是之后，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也会不自觉地改变一些自己的想法。一家企业原本计划购置一辆载重四吨的卡车，并向销售商表达了采购意愿。后来，因为预算原因，高层打算改变之前的计划。 转而购置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之前的销售商得知企业的这一想法后，立刻派出最有经验的销售员，希望重新将这单生意拿下。这名销售员和企业高层进行了一番对话之后，成功说服对方，最终做成了这笔生意。他是这样说的：“销售员问，一般情况下您运输的货物有多重呢？大概是两吨吧，需要视情况而定。” 这么说，您要买哪种卡车需要根据载货量和路况决定，是吗？是的。如果路况不好，而且天气寒冷的话，卡车的负担就会加重，是吧？是的。我了解到贵公司的产品在冬季时销售情况会更好，是吗？是的，我们的生意在夏天并不是太好。这样的话，贵公司卡车是不是偶尔超载呢？是的，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这么说来，贵公司的卡车要偶尔超载，在冬季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且冬季的路况也不是太好，是吧？是的，这些都是让我们头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贵公司是不是会考虑如何延长卡车的使用寿命呢？是的，那是当然。我这里准备好了两种卡车的数据对比，包括损耗、使用寿命等。 您可以通过这些数据看到两种卡车的性价比如何，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好，当然拿来我看一下。企业高层认真的看了一下数据对比，然后自己又重新核算了一遍。销售员问：“您觉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卡车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呢？”“是的，我们可以签合同了。我决定买你们销售的卡车。”在这个案例中呢？ 销售员巧妙地挽回了一笔即将泡汤的生意，他所用的谈话技巧就是让企业高层不停的说是。销售员看似给了企业高层选择的余地，实际上高层只有是可以回答。在不断的肯定回答中，企业高层自然而然对销售员产生了好感，认为销售员所说的话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说明他十分了解自己的需求。 这笔生意就顺利地达成了。不仅在销售场合，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合理的使用这种手段。只要你可以让对方不断的说是，那么在你提出相对不容易得到肯定回答的问题时，对方也会在惯性思维的引导下，更加倾向于给出肯定的回答，对增加说服力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总结一下。 想让对方说“是”，并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儿。在讲话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思考，用自己的智慧和表达方式，将对方紧紧控制在自己设定的谈话逻辑中，才可以认可对方，他才会接受你的观点。在沟通和说服的过程中，只有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才能实现共赢。 而要想达成某种一致，首先要对对方表示认可，让对方看到你的诚意。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只能努力说服对方，迫使他改变固有的思想。这种思维完全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说服的过程中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的让对方接受。如果你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自己，那么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双方僵持不下，最终落得两败俱伤。试想一下，如果有个人想将他的想法灌输进你的大脑，并且不由分说的将你的想法全盘否定，你愿意接受吗？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肯定，他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而全盘的否定无疑说明自己的人生除了失败别无内容。 即便想法真的不可行，也很少有人能够坦然接受，更不要说让他接受仅凭一张嘴说出来的失败了。相反，如果有人对你表示认同，觉得你的想法无比正确，那你肯定会对他心生好感，愿意和他交流，甚至会觉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知灼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就是人的本性，只有先认同对方。 对方才愿意听你说话，与你沟通，你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继续说服对方。赵磊刚刚参加完高考，准备填报志愿。赵磊的父母呢，只有赵磊这一棵独苗，而且是老来得子，所以对赵磊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基本没给赵磊独立的空间。赵磊啊，早就想摆脱父母的束缚，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想要报考一所距离远一些的大学，而父母呢，则希望赵磊的学校越近越好，这样不仅便于平时前去看望，家里万一有什么事情，他也能及时赶过来。为此，赵磊和父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谁也不愿意退让一下。无奈之下呢，赵磊的父母给他的堂哥打了电话，让他帮忙劝说赵磊。了解完情况之后，堂哥就立刻给赵磊打了一个电话。 赵磊啊，终于熬过高考了，成绩怎么样？高考志愿填了没？哥，成绩应该还可以，志愿还没填呢。和爸妈有些意见不合，我想像你一样报考一所离家远一点的学校，这样就能享受这些年都没有享受到的自由了。嘿，你这小子跟我当初的想法一样，那时候我也觉得自由是最好的东西，能够摆脱爸妈的管束，真是太幸福了。是啊。 一想到能自由自在的和同学们玩耍，我就有种特别兴奋的感觉。自由是很好呀，可是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毕业之后就在这里找了份工作，常年在外的也没法和父母见面，想回趟家都很难。现在有了孩子，更懂得了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关心和牵挂，可是啊，我却没有办法在父母膝前尽孝。哎，现在想一想，我那时候真是太自私了。 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没什么，只是有感而发。你呢，毕竟是家中的独子，你父母的年龄啊也都大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多陪陪他们。我是过来人，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到时候肯定会后悔的。所以啊，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听了堂哥的话之后，赵磊受到很大触动。 他最终决定放弃想要的自由，填报了一所离家比较近的大学。赵磊的父母彻底否定了赵磊的想法，让赵磊有些反感，所以呢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赵磊的堂哥则是先认同赵磊的想法，告诉他有这种想法很正常，让赵磊产生了堂哥是自己人的想法。 接着，堂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赵磊自己所要承受的痛苦，终于令赵磊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无论你想说服谁，都不能以否定对方的态度开始交谈，只有先认可对方、认同对方的某些想法或做法，才能叩开对方的心扉，令对方更加平和的倾听和思考你所说的话。 这样一来，对方就更容易被你的话打动，说服也更容易成功。总结一下：认可能够发挥的力量，否定绝对发挥不了。当你试图说服对方时，先认可他，让他觉得你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往往更能取得成功。爱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无论世界如何变化。 爱都是人生中恒久不变的话题，没有爱，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灰暗。拥有爱，就拥有了最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爱不能代表一切，却蕴含着战胜一切的神奇力量。生活在社会中，我们时时刻刻需要面对沟通的难题，和家人的沟通，和同事的沟通，和陌生人的沟通等等。世界越变越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多，沟通的难度却越来越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接收新知识、新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新知识、新信息的更新换代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信息和知识的社会中，人们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想要通过说教说服别人，已经变得异常困难了。但是，爱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削减。对家人的关爱，对领导的敬爱，对弱者的怜爱，各种爱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人因爱而生，也注定要因爱而廉洁。有了爱，人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照顾彼此，成全彼此。 马涛和彭芳是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妻，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经过十年的恋爱长跑后，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新婚的二人比恋爱时更加甜蜜，成为令人羡慕不已的模范夫妻。然而，在孕育了自己的爱情结晶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却有了变冷的迹象。马涛呢，从小就接受严厉的家教，所以对自己的孩子也严格要求。 彭芳则心疼自己的孩子，不希望孩子遭受过于严苛的管教。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因此产生了不少的矛盾。从小吵小闹到摔锅摔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到最后两个人打起冷战，婚姻关系也由此亮起了红灯。有一天，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这可急坏了马涛和彭芳。 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将孩子送到医院，检查、输液，一直忙活到后半夜才回到家里。看着憔悴的妻子，回想起一路走来的种种艰辛，马涛的心中充满了愧疚。老婆，你辛苦了，我去给你做点饭吧。得了吧你，你还是我去吧。这么多年，你做过几次饭呢？说着，彭芳走进了厨房，开始忙活起来。时间不长。 一大碗热乎乎的面条就放在了餐桌上，两个人对坐在餐桌旁，相视无语。马涛首先开口了：“老婆做的面条就是好吃。其实，我还是爱你的。这么多年在一起，我真不知道如果你不在身边的话，我该怎么生活。”彭芳没有说话，但是眼眶中已经噙满了泪水。我也很爱我们的孩子。 对他严厉一点呢，是希望为他树立一个标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哎，怪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希望你能原谅我。以后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教育孩子，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听到这里呢，彭芳已经泣不成声，他扑进马涛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彭芳之所以被马涛的话深深打动。 正是因为他同样深爱着马涛和自己的孩子，尽管之前有过一些矛盾和误会，但是在爱的面前，任何东西都无法成为障碍。如果有爱在心中，那么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散发爱的魅力。在与人沟通的时候，试着用爱去打动对方，一定会起到非常积极的效果。总结一下。 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所爱。有些人不会把爱表现在外，而是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但只要轻轻触碰一下，爱就会像美丽的鲜花一样，在彼此心中绽放。